们现在再继续来观看一下这样子的图，它其实有一些意义。那早期他在画出这张图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询问说，哎，请问一下你看到了什么现象？好，所以请各位就是说看能不能透过自己的观察力找出现象。可是现在的软体越来发展越进步，它干脆直接帮你把这张图的那个意义直接呈现出来。所以怎么做这件事情，在空白地方，就是我稍微把这张图稍微缩小一点，然后移到右边，我们来看机器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这张图的图示。好，点它，点空白地方，然后因为如果说你点这个地方，你再去做插入智慧描述，它会直接修改这个部分。好，所以请点空白的地方，我等于说要插入第二个视觉效果，然后请点第二个动作，插入第三智慧描述。好，那为了方便我们大家来去观看机器到底它看到了什么，所以全选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，这个。好，所以他说那个，他说男生反而有最有趣的最近趋势，应该所指的意思是不是指说它几乎是平的，然后2018开始有下降的趋势，2018年开始，2018在这边有慢慢下降的趋势，就是它确实会可能比较低一点，比较低一点。那它全部都在讲男生，我觉得你看一下这边所呈现的意义。好，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这些现象是由你自己去看出来。